明天孩子们就要开学了，终于解放了。是报名，报名不就等于开学吗？俺们家刘二妮哈，今天早上就已经去报完名了。你看看，回来了就搁这睡觉，都睡了一下午了，说得困。然后平时睡觉睡得晚，这乍一起得早哈，不习惯。你抓紧时间起吧，要不歇晚上又睡不着了。对。然后俺老三呢是明天下午去报名，他不是就是给他准备住校了吗？把东西给他收拾好。妈，我太期待了，是不是明天晚上我就可以住在学校里面了？对，明天就可以住了。他从今天早上就问我，妈妈，我什么时候能上学校住着去？你现在那么开心，你走到那住，你别哭哈。你说能刚开始能适应吗？嗯。哎呦，哎呦我的娘嘞！那你刚才是装开心的啊？没事没事。你走到那个住的树，你可习惯了，知道吧？一个星期俺都去接你去。那里还有同学跟你聊天，没事。对对对。那我回来的时候，朗朗是不是就回家了？哦，他是怕他朗朗走太酷了。那朗朗不走，你放心吧。这些住宿的东西，我都已经提前跟俺老三哈都已经买好了。妈妈，这个床单是不是我自己铺？明天走到那，我给他铺好，怎么可能让孩子自己铺，是吧？对，肯定得跟着大人。明天报到肯定得发书，然后这个新书包，咱明天就背新书包去啊。好嘞。然后呢，再给他拿这个气凝枕。玉溪，你看这个枕头可舒服了。嗯，它是这种慢回弹的记忆枕，还怪软的。你看，符合人体工程学。然后你明天拿着枕头套，我也给你准备好了啊。这个床垫子跟俺老三直接准备了两个。这个床垫也太小了吧？学校单人宿舍啊，就是那么大的床啊。然后准备了一个厚的铺下边，然后呢，我再给你准备了一个薄的铺上边，我铺两层的舒服。我不会滚下床吧？这么小？不会的，一个人睡没有问题，不用担心了。这躺着睡舒服吧？舒服，还不错。这个枕头一百薄一百厚啊，你喜欢枕哪边你就放哪边，听到了吗？嗯。你走到学校可老实的，可别调皮哈。嗯，那我住上铺还是住下铺？你这个到时候得分配，让你住上面你就住上面，让你住下边你就住下边。我想住上边。你住上面你没住过，你别会从上面掉下来了。住下边好是吧？方便。没事，上面有围栏。嗯，行，随便你，你也不一定要分到哪是哪呗。到那主要是还挺老实的话。嗯，听话哈，可别露味啊。嗯。李老师发到群里边的，说了买一瓶多肉，我给你买了。到那边可得听恁老师的话，好好养啊。哦，好嘞，爸爸，这个是不是要多晒太阳？对，多晒太阳嘛，这个陪奶睡就行，知道吧？哦，一个星期浇一次，行，好吧？嗯，妈，走，跟我上超市给玉鑫买个洗脸盆去，明天住校了，开始用了。老王，我上学你不走吧？我不走。啊，那就行。再过两天。刚才都已经吓哭了，搁屋里害怕他上学去，你走了。你好像上你的学，我搁家里等你。好，上学时我去接你。那你一定别忘了哈。不能忘。好。这个粉色的，嗯，好看。还有个小喷，行，一个洗脸，一个洗屁股。好，坐那一定要注意卫生哈。嗯，走，再拿个洗澡桶去。走吧，溜了一大圈也没有洗澡桶了，就这两个，你挑一个吧。这个吧，这个好看，而且颜色还浅。行，走。好，再拿这个姓名贴，到时候把你的东西都贴上。好嘞，那我给拿着来。我还有护发素给老三拿一套，走到那一定要天天洗澡洗头发，听到了吗？听到了啊。毛巾拿一条，然后搓澡巾还有牙刷子牙膏都给你拿着啊。还有浴泡，再给你拿一个这个内裤洗衣液，一定要天天洗，听到了吗？听到了啊。一定要注意卫生哈。再给你拿两个衣架，然后再拿这个就是有加内裤的哈。嗯，然后这个衣架放好，这都准备差不多了吧？想想还有什么没拿的吗？卫生纸。哦，对，洗脸巾也没拿。还袜子，对，还得给他拿袜子，然后给你拿一包哈，然后拿回替换的穿，一定要天天洗脚丫子，听到了没？天天洗脚啊，袜子脱下来随时都洗了哈。好，一定要锻炼一下自己的那个独立性哈。扎头绳还得来几个，给你拿着。妈妈，还有鞋嘞。啊，鞋你回来得带一双换的就行了，对吧？对，带一双替换的就行。嗯，行。这些东西也准备好了，然后明天去报名呢，我就带着老三去，走到那把这些东西都给他收拾好。行。啊。行了，老三，到时候明天开学了，走到那有什么不适应的呀，或者有什么问题啊，一定要让老师给爸爸发信息，给我打电话，听到了吗？嗯嗯，行，好嘞，啊，今天就分享到这儿吧，拜拜拜拜。对，明天还得给他带个四件套，给他铺上。对。